点一盏灯，一半馨香，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池塘一边游的舞的你啊，光亮啊，一趟节目来谈出众生啊，你就是真你，真你主边，可是佛菩萨有所得真多了，可是众生呢、啊，了无所得莫真多，同样主边要蛮真不多呢，把那个你们呢、啊，拿来解释出来，而文字有两趟，第一，第一趟你，第二，赞经功德。两日谈谈你的文字讲题以后，后面赞经功德好清楚，一直到那个听一次的你是西部的佩服人，今初就是讲现在先讲第一谈，第一谈你记出比喻来，就是你讲明朝的一个老人阿妈要两种比喻啊，喂，真以随便呢、啊、的是菜人。真你本身虽然无处不变，处处就变，能够得到吗？那才人没才真你。你有时候不出相布施就得到，出相布施众人修也得不到，所以必以虚空啊，无所不变，变众生，变怪兔，变一切事，以心中无量功德，以虚空中种种色。无所发生，也个此心本有个功德，真如本心，请将现在念珠所看的太虚空中央，无所不变。一个虚空将来的现在来看，某一个地方某虚空的所在，虚空变脱那边呢，变在一切众生，有众生的所在就有虚空，变在一切异胞、一切怪兔，有怪兔的所在，虚空就主变多个边。变成一切时间，没有一个时间不主变的时态。此心真如本性中啊，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清净虚空中有种种色空样，没有看法，没有缺少，是无所发生。要菩萨无把这观照之智，心出一法，执着色等六尘一行布施。以是则心不清净，为尘所染，真知不现，不证真性，以念念暗门之中啊，虽对物亦不见物，虽在空何曾见空啊，也说明出相不是不见的意思。想要行菩萨陀的人，如果是没把这个智慧来做观照，莫智慧去感召，先初初的个布施的法，三轮不空，哦，爱亲爱亲有福报哦，爱外布施哦，该条人都是见过爱布施啊，其他有何成法咯？希望爱可以做到我事业哦，我哋爱布施叫做同事本意哦，接触这个相，接触世上有没做到六尘的应该的相，来行布施。一方面因为爱布施功德心态，一方面将来个爱受用心吼，爱个世上有美术法六尘的境界，将来被天仙享受啊，果了台哈啊，那个龙观风水啊，向天世界的三尘海面让人个享受，是用按那个方式去行布施啊，也是在心不清净，像你按的修布施，也个心不会清净。读本那个世间的六尘所念，所以说为尘所念，念是念物，本那个六尘境界所念物，所以没正确的把这智慧的观照，那个真知就没显现出来。
要么真正显出来，就不能真正心，真一次性的本心呢、啊，你就证不到。该叫什么呢？以念念阿门之中啊，随对物而不见物。前将念念在系暗界门阿门所在啊，将人念对物，神对物相对，可是你看不到，完全没见到，也不见物。又将水在空也不见空，啊、众人老虚空相对，可是你并不见虚空，所以出相不施啊，也不见有，也不见空，所以啊，完全不见诸法理性。下面就说明，有把这智慧三轮的空不施，就能见这个诸法理性，就能证真矣。要菩萨有把这观照之智，其心不粗糙于六尘等法。以行布施，以是在心情上不为尘染，智慧明发，真心觉照，次人明见。行菩萨多个人，有把这个智慧来做观照，那么这个心不会粗糙在六尘境哈，不接触六尘境，因为个小布施嘛，那是爱当人做的。啊，爱念布施啊，你们当体即空，了无是体空的；说布施啊，人也是人生性空。布施的物品真是当体即空，用那个三轮体空的观念来修行布施，俺也无求将来的果报，六尘境界的果报，俺并不需求。俺目标就是讲，俺当然做的，俺就按来做。啊，菩萨应当行布施，还晓得按来无处相布施，不去执着。意思像你按呢，在心情上，这个心体就形象啦，不会承认，不会本六尘的境界所染污，不会探索六尘的果报的境界。那么因此呢，智慧明发，这个智慧光明就发现出来，真心觉就真一次性觉，啊，无处不变的意思，就是变啊。讲这个真一次性本来就变，无处不变，好像贯通，世人民间你就能够察真诸法的理体，能真真义，所以就世世人人能够明明见到本有的痴心，该所谓明心见性，人人人目见明，将人跟人族目族啊倾向光明，啊，天色强寂，天色强浪，强啊强天，就没有落意，没强天。所以黑暗人因所那边呢，大家都是无智慧哦，无求智慧啊，那根本的结果是落雨天。啊，不过现在落雨天后啊，有需要了哦，啊，只是讲我希望我有智慧来关照，像晴天一样的哦，万里无云万里天，光明普照。下面个叫意识哈，意识头，意识个意哈，意识头就叫测试，突击，击。啊，强记，记个意思啊，像那个大风时啊，西北河，一落啊，高头马上一跳出来，哦，该天天空中马上是它一跳出来了，万里长空嘞，该落高雨以后啊，山色清像蛇过中央，山上该树也没有，墙都将人用水蛇过中央，该种的境界。啊，落雨过阿太突然间想咧，你跳走出来咧，啊，该就按到知，该就按到知，啊，然前以后你跳风，啊，瞬息影响偏不同，啊，木然前哈，一落阿过天，你风风阿你跳走出来了，然前以后你跳风，马上抢咧，哎，所以该说是知，落雨过后抢个知。家下的强田哈，老平常时的强田，没嘛个去穷养，贴撇前枪，贴撇光明，贴撇前枪，所以叫强记。家下的你讲福州，啊，虚空中所有种种之色啊，无所不见，在空虚空之中所有一切的色法，没有看不到的呀，连一点迷尘都能看到，清清楚楚。不但明是空无边际，即明暗之时啊，这叫是暗时啊，明暗之时啊，身在其中啊，也未曾欠离。意思就是说，万里长空的世界，
虚空中所有的物色都能见到，啊，没有见不到的所在，所以无所不见，啊，不但光明普照的世界空无边际，眼眼清楚能看到，就是在那个迷暗的世界，啊，有了强空啊，身在其中，也不会暂时离开那个光明。所以是的，迷雾在人，啊，非真也有变不变呀？由此可知啊，在众生那迷非悟，悟了，开悟了，当下清净真也。你莫开悟嘛，在迷情的世界就不见真意啊，所以唔系真意有周边有不周边，唔系讲话你在迷的世界真意莫周边到你个心，而是你见唔到，所以你在暗中，所以在迷暗中啊，跟迷暗啊，就是比于莫开悟嘅人啊，你是众生啊，众人莫目主来讲，你是头个光明还是照见？啊，你讲明了照样还是照的啊，意思就是讲，你讲比喻这个把这个智慧无处不照，啊，那么在那个看待那个讲明多的人，就是比开悟的人，开悟的人呐，察证诸法的离体，真以自心自然你就能够清净，啊，该在迷暗中的人呢，迷痴的人。虽然给某个眼光来看在暗中，可是光明照样照己呀，不会因为讲话给看不到就没照己。比如讲个木柱看不到的人啊，啊，你光下太太阳下太，给看不到，他看不到你讲不会没照己呀，中央照己啊，虽然中央照己，他几次个感觉不到。啊，那人人就是因为佮无开悟，佮迷暗佮人跟你讲唔多，比如是迷痴佮人啊无开悟，得真如此心佮讲明唔多，所以真如此心本来主变，无处不主变，人人只是爱人哈猜迷，所以见唔多。另一段说明的个啊，真如变不变的意义啊，猜众生的迷悟差别。啊，是第一团，按照第一团你第一出第一来，团是众生的你妙，一个道理就多了为讲台了啊。一个你暗啊就不见啊，你讲明就就见众众生，一个道理文字清显，容易明白。只是第一讲吧啊，开悟的人处处正真意，迷痴的人真意虽然没离开己，可是给正道。啊，所以要努力进修啊，求证真义啊，开发那个白斋智慧。下面的经文清长哈，就是听一段赞经功德。赞经功德的文说一直跳到后背哈啊，世经不可思议啊，果报也不可思议，都果报也不可思议的位置啊。接下去又是到开始的文字重要，你是师菩提佩佛人是准生，不是善念法王要多了三不三菩提心。有哪因处有哪行目的，有这个位系统，该是属于天一族说法，两位天一族，天一族赞经功德的文字啊，就一直都过波不可思议，文字清长，所以下面赞经功德的经文啊，分作十段来说明，分十段说明，两位先总讲总赞，开头先总赞，经文就讲，师父的，当来之时，要有善男子。善人能以此经受持通行，这位以来以佛之非是第四人，是见四人，给的神就无量无边功德。第二就是听你赞经功德的总赞，先总赞啊，下面就有撇赞，撇赞的文字就十段，要总赞总还为一。经文的意思先简单说文讲，佛对释菩提讲：“释菩提啊，当来之时，就是在末法时代，就是很五百岁了啊。想要世间上有善行的男子，非善行的恶人，能对于两部金刚经、此经之类的金刚经，晓得受持，执受才坏，应持不施，晓得通，
对文一通，晓得相离文一相，两个人啊，这位如来，如来就是佛，得到佛的智慧，以佛智慧啊，佛的智慧来观察两个人，我是第十人，佛察待了解两个数字经的人，也察待见到两个人，是见十人啊，统统都能够成就无量无边功德。给的成就无数量无边际的功德，经文简单的小文。各位三弟子，金刚经就远古的注解讲啊，现在讲到第八十四页，第八十四页，也就是谈第十二，谈二十七谈的当中呢，第十谈是谈以边有的无的二。人们一场分两摊，第一呢，第一团你提出比喻来，团出这个你们这个亚一团呢已经讲谈，第二啊，赞经功德，现在我讲啊就是第二赞叹金刚经的殊胜功德，所以不是赞经功德。经文释菩提，当来只是要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以此经受持托相，这位如来以佛智慧是第十人，是见十人，给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第二是听你赞经功德，主解方下讲此间师父一周将中啊，故从赞之。此间金刚经，金刚经的脱离啊，就经文的段落来看，可以分作两组说法。两次属于第一组说法的文字啊，将将都完毕的时候了，所以讲师父好像啦，文上下师父啊，人讲土话讲改参嘛，看起来改参第一组的说法嘛，跟脱离呀，将将会完毕啦，总是终了完毕啦，因此只故呢，到了第十二个团体文字讲完之后啊，所以重复再个赞叹两部经的殊胜功德。贤众赞，赞经功德的文字清长，先说明呢、用综合赞叹经的内容的道理。论云：唯有受故通，唯有持故相。论就是指无上菩萨的金刚经论。论上有解释，托相两则是讲。因为经常讲嘛，释菩提当来只是要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以此经受持托相。托相前面的文字不是用假意解释，所以只解释个托相两则是。实际上是从讲到了未来，对释菩提讲，释菩提啊，当来只是就是到了末法只是啊，很五百岁。世界上实际上是有善心的男子，善心的女人，能够晓得对于两部金刚经，此经，此两部金刚经，对于金刚经把这个道理啊，晓得受持，晓得托相，两般托相呢，所以论文解释讲，为了而受，受持的受。而两书金刚经该真理，两书在内心上，那必定要先把经文读熟，所以唯有书故通，为了爱把金刚经该脱离，两书在心怀上，莫不易忘记，所以因此之故需要读，把经文读熟，唯有此。故相，相离文也相，对文按照托，对出文是看待经文来托，该按照托经。
离开文字不是看到经文念得出来，像一般人持太笔珠念阿弥陀经，不是看经文念得出来，该去按照想。为了要此个缘故，所以就要想，意思就是讲要把金刚经的道理啊，因此在心怀中念念不忘，该就要把金刚经的经文呐、啊、背诵，不是看文字能够背得出来啊。为了想要把金刚经书之后，那就要把金刚经的经文呐、啊，拿来背得出来啊，所以不得想，有数次修行啊，一种持法故，还有一种说法讲，为了要数次金刚经来以金刚经的内容来破除我法迷执来修行的缘故，无修行我法迷执无办法消除啊，所以以这个种持法嘛来修行。要么按照种持呢，种一切法，持无量义啊，就把金刚经给把这个道理能够综合包含一切法，受持金刚经就是受持无量无边的法义，因此之故呢，需要把金刚经脱诵脱诵啊，晓得脱诵修行啊，以文会讲故啊，晓得脱脱到派得出，能够诵，又能依法修行，就是以把这智慧来观察认真修好，修好把这个智慧，也就以唐那个金刚经的文字的脱离开发智慧，智慧去给宽广，去给啊殊胜的缘故，所以就能够啊来依法修好，来破除执着啊。是在从他文化吧，内次思维的修行之啊，以三会起义，有时可以提到爱来修学佛法，研究金刚经。如果有人了解金刚经，晓得讲本人堂，他是讲经的人；有人晓得讲，我从这个讲经的人跟对方谈法，谈了以后明白内容的道理。内心方啊，加以思维，自家的内心方可以实察，啊，细细心去观察，不是会，啊，由此能够得到修行把这个智慧，那么由此啊，文思修三会就起中了，啊，所以三会起义，起就是起中，三会就是文思修三会，由文法开智慧。有思维开智慧，有修学开智慧，所以按照文思修三会同时都起中了。既然三会起中啊，也该功德就起起光台了，所以起所得无量无边功德了，除佛世尊无能敌见者也。那么有文思修三会起中，了了明白金刚经的道理。依法修学来断除这个贪嗔痴的妄念，来对治这个我执法执。那成就的功德呢，是无数量无边际的。这个功德有几大呢？只有佛教抵得，其他没人能够抵得。所以不是功德呢，只有除佛世尊啊，才能够抵得，无能抵见者也。除佛以外。平人唔抵呢个人嘅功德结态啦，所以经文讲：以佛智慧是抵世人，是见世人啊，皆得成就无量功无边功德。讲啲啊，一种人闻思修三会邪法，要修金刚经所成就嘅功德啊，只脱相来讲就功德无量啦，何况是能够了解起呢三会邪法呢？所以用佛嘅啊。智慧将能够抵得两个人啊，多的两个功德给他，是抵就是完全抵，完全抵的，是将七代有佛人观察了了明白，七代抵的，讲两个人呐、啊，
已经得到神丘啊无数量无边际的功德，显示受持金刚经的功德啊太多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了。两位是总赞，总以赞叹金刚经的圣德。下面是撇显啊，撇显分别显示受持金刚经的殊胜功德，经文有十叹啊，也提一叹该赞叹啦、啊，加比方神明布施的功德来显示受持金刚经的功德的广态。所以经文讲，释菩提，要有三男子三五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神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神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神布施，以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神布施。要复有人闻此经典，心行本业，体复身彼，何况属下受持托相为人介绍。你看，就是分别显示金刚经的殊胜功德的体坛，杀命不已，杀神命布施的功德还不及受持金刚经的功德。经文所讲的法啊，是一种假听，因为要以你三十个时间都用恒河沙数神命布施，实际上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一种以家庭最高的啊内财布施的功德来显示受持第二部金刚经的功德的状态。所以主角讲，第二撇显反复赞扬，分别反复赞扬第二部经的功德，撇有十叹，有十叹经文啊赞叹两个殊胜功德。第一叹呢，杀命不已，把神明杀掉来布施功德，也还不及受持金刚经的功德。前者一恒河沙神明布施，不及持经之福。前面呢、啊，也曾讲过内财布施啊。不过，接着讲一个恒河沙数神明布施，听听。现在两位哦，根本没办法好用言辞表达了。今一日三时啊，以恒河沙等神布施啊，个一日三个时分，每一时分都恒河沙数个神明布施。按照佛经上故事个习惯个解释，讲到昼夜六时，把一日一夜各各分做三时，你石头拍住。你石头分作三个阶段，三十，按不是也分作三个阶段，不止三十。所以阿弥陀经讲昼夜六时。现在两位谈讲你时间的三十，讲初一分用恒河沙神明布施，中一分也用恒河沙数的神明布施，后一分也用恒河沙数的神明布施。那你三十要满分呢？以现在的时间终点来算哈，太阳的你石头哈，天光后，天光后到现在的时间呢，十点以前，现在的时间十点以前呢，按照你初分，以你的初摊的时分，有没有一分钟三个时分吗？你初分就是以你初摊的时分代替天光后，天光的时间呢、啊？就佛经的习惯哈，天光呢，你去外面露天上啊，树存出去，看到两个世界树闻到，树存出去，看到世界树闻到，安尼算天光，这样算基本一个时间开始，啊，一直到秒钟啊，十点以前。搞到你初十分，从十点起到下午头两点，啊，
他都有四点钟的时间，搞到日中分，一日的中间时分，四点钟，一日的中间时分，太体唔系固定啦，太体按嚟讲，啊，要平安嘅图像啊，太体系按嘅，早晨头十点以后，到下昼头两点以前，然后日中分，日时头嘅中段时分。两点以后到团午以前，啊，暗也是从外面行啊，露天行，树村出去看树闻唔到就按到暗了。树村一出去看树闻唔到以前，该光线多那个就是下昼头两点开始，另一段时间呢，日后分，日后分是一日个后段时分呐，一日个后段时分。基本上讲，你初分也用恒河沙神庙布施，你中分也用恒河沙神庙布施，你后分也用恒河沙神庙布施，两样办有可能做的事情呢？拿凡尘来讲，是绝对根本是没可能。神庙只有一界啊，一界神庙嘛，短短的也有几十年啊。那么一日的时间呢、啊？每一个时段都要用像恒河沙数按多个神命，一粒沙算一个身体，天恒河的沙子算清为所有的身体，一日三十用按多身体的故事，没可能做到。前面讲恒河沙数神命故事啊，跟没算讲一日会多少时间，那可以讲一生一生按来去。啊，生生世世用按那个方式做，做到清恒河沙数为止，时间也经过非常久，啊、哦！现在就是一日分到三个时段，每个时段都用恒河沙数的神庙布施。以前两种的布施呢，唔系做一日两日，怎么能讲？已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神布施。每一年两年，每一劫两劫，经过无数量百千万亿安多的太劫，啊，都是用无量神明布施、恒河沙数神明布施，以下都是念三世神明布施。所以两个法呢，只是一种假设的比方，显示最高点。内在布施在布施方面都最高点的境界，众人太菩萨啊。能够用神通变化，既然有可能一个时分变作恒河沙数的神庙来布施，你众人变化得出很多神庙布施，喺外上我接受了个神庙布施的众神啊，也不可得，也不可得。所以因此之故呢，也个说法只看作一种个假定，假定，假定，每一天有按来做。家庭，家庭有可能按来做来讲，而且经过无量亿劫，所以讲，至于无量亿劫，你一个人每日供养，都用三十分恒河沙数神庙布施，上不就信心不灭之佛，用很多神庙布施，上不就于啊。对于金刚经升起信心，唔会毁灭，灭啊，毁败，反灭，就是表示能够顺从，能顺从金刚经讲的道理，按来去诚信，唔会毁灭，啊，这两个福德就安泰啦。何况见经一铺啊，晓得来数下，来数持，来托相。有些的讲本人堂为人介绍，啊，这两个功德真是不可思议了。所以说，康穷于树下受持托相为人介绍丈夫，其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在矣。这两个功德、两个利益真是不可以轻视，不可以求议了。树下穷前莫因说的法他啦，都要靠树下。经文流通都靠属下，所以属下流通啊，一样的功德啊，所以故事下经啊，也是一种修行。
现在你们音色发达了，就用不着用竖线，音色也很重要。手指头向前面讲的了，片中辩论上讲，很多有十法行，十种的方法方式，去修行的个修法，就那个经文所讲的方式呢，去修好，亚种的十法行，就是第一就是熟悉，第二就是供养，第三把经文布施本愿，第四第一天念真堂，第五祈托就托经，第六受持，第七开言就是广播言堂，第八奉行，第九思维，第十修习，俩就是片中辩论讲十种修法。那么十种修法当中，经文上讲数种啊，就是受持啊、托行啊、熟悉了，要为概念修好。文言介绍就是开言广播言堂。那么功德建为身果，应该你三世恒河沙数神妙布施的功德，以前是创造布施的功德，那现实也金刚经的功德啦，真是不可思议，没办法和比啦，不能再过个比方啦。所以现实两部经的殊胜功德，那是最为古典的境界了。也是偏向的第一堂下面不一，把神明杀掉了，不是以前无量神明，不是上不及信心不加该功德。那么能数下数字图像建设，那个功德更为殊胜不可思议。听一堂讲以身莫测，除了胎生该进行之外，其他比如讲上文身等就不能够体会这个金刚经的声音。所以经文讲释菩提以药言之，是仅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那就是听你以身莫测，讲极其重要点来讲，佛对释菩提讲，极其重要点来讲，两部金刚经有不可以心思，不可以靠你的讲太功德，这个功德不可称，讲不出来，不可数量。魔术模式可以表现，无有边际，所以功德呢不可称量无边功德。这是讲，亦非以杂境界故，因为没其他各身根人的境界，上文言各以下根本没办法抵得。不可思议者，此各身之之境为正相应故，这就是个。根本不可思议，要嘛都不可思议，因为你还佛所清净的境界，此觉深知，此即修行七大觉悟，真的圣人的智慧的境界。此觉深知的名称出在《楞严经》，《楞严经》那个此觉深知啊，就是佛所证的智慧，佛的智慧叫做此觉深知。你还为佛果上的境界，佛果的身知的境界，所以不可思议。天国以下的菩萨上下没办法抵得，何况吧，普通一般人呢？何况上文人国更是没办法抵得。为正相应，因为只有你七大真道究竟佛果，才能到金刚经的八智慧相应，才能叫七大抵得。不可称量者，无有等。贴身过，要问讲不可称不可量无有边呢？因为啊，没有可以捞去相比的啦，等啦相比，没有可以捞金刚经功德相比的，也更没有超过金刚经的身超身，并且不可能超身金刚经啊！金刚把这个脱离其他一切，没有超过几个。所以贴身故，这个文字太简单了，没有可以老的相平等，也没有可以身过己，所以不是无有等贴身故。要不要听你以身莫测，就是唯有究竟佛果将七大抵得，等觉以下尚不堪。第三微太极说，佛讲金刚经准微出太身境界的众生讲，所以经文讲，以来微法胎生杂说，微法最上生杂说，以来就是佛
释迦世尊讲金刚经嘅八戒嘅徒弟，真正为了发胎生成嘅人讲，就是菩萨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嘅人讲，哪里嘅高下嘅意义嚟批判呢？第二天台中嘅撇高，脱菩萨法；第二天台撇高嘅脱菩萨法。为法最上身咋上？最上身就是一佛身，一佛身。一个那天台的高里讲的就是眼高，发法是一个的眼高，最高的境界。眼高一佛身的境界，跟你呢将能够体会得到。所以佛讲金刚经呢，专门为了发胎菩提心的胎身菩萨托的人，撇高菩萨讲的，一坚定一步为出。发一佛身心，求究竟成佛果的顿高人顿高法的胎生见性众生，为为法最上身咋上，像六祖的一类人啊，就是最上身的见性。而为了一类见性讲，所以上文讲过以下，根本没办法体会。第七堂讲，期待难传，期待殊胜功德将能够啊。继续分传覆盖八戒的庙里，所以经文讲，要有人呐、能受持托香讲为人说，一来是第十人，是见十人，改得神秋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一十人等，则为阿达弥以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说明讲两种人将能成就覆盖伽耶。那其他这个功德将能够传扬这个八戒的庙里，所以这是说为能阿耨菩提啊，念佛中不团长，能成就以上不可思议功德，亦不能呀。只有能够阿耨无上菩提跟见性的人将能够成就这个八戒的庙里，其他的人不可能啊。所以佛对释菩提讲，想要有人晓得能够受持托香或者详细讲说本人堂啊，那么两个人呢，一来完全抵得两个人彻底见到两个人都已经成就，不可用数量来去测量，也不可用言说来陈述，也没有边际，不可以行事，不可以求你个无量无边功德。以十人等强烈一论人成就了广泰功德的人，既能够阿耨以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果，就是佛果。讲两个人将能够阿耨佛的伽耶成就佛的伽耶来做分传佛法的功德，阿耨原文讲呢，继承的意思。这个意思能够继承佛呢，来继续分扬这个胎法。那阿耨两字是个解释呢，阿啊，背背，像现在有个背包啊，用背囊去背啊，叫做阿啊，耽啊，用铠，用铠啊。如果两个胎法耽啊，只有两种人这样铠得下那个啊，所以能够阿耨佛的感应，继续分扬这个胎法。将来嘅天朝究竟成佛？何以故？释菩提，用奥修法者，创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一次根本能听说托相为人见说。让本讲晓得修持嘅人，就能阿耨佛嘅感应呢？何以故？就是正门。所以佛对释菩提解释讲：如果爱奥修法嘅人啊，就不能承担你阿个佛嘅感应。所以要听他傲笑不堪，爱傲笑心的人啊，莫该堪能来承担佛的感应。所以实要爱傲笑笑法，上文言讲笑心法，只求此了啊。七界界头就好，莫辜负人，莫发菩提心的人啊。亚种人啊，其中含有我见，含有人见，含有众生见。还有书家间思想的见解完全存在，意思就是讲上文人盲真出过以前分别我执完全存在，其实我执当然其中，有等到真出过
将破分别我着，真是一个将破除其实我着，可是这个法执还存在，因为他有法执嘛，所以他不能恶谈这个太假呀，所以不能修持独相，也不能为人介绍这种的太法。继续讲吧，四谛人生啊，名为受法，四谛法苦是咩托？三闻缘地苦团是无咩受托？一下个四谛法，受四谛法求解脱嘅人，人生自心嘅引人三闻法啊，无明人行行人事啊，凡咩门嘅无明咩就行咩？这个四谛人生嘅三闻缘觉嘅受身法，名为受法，我哋受身法。三闻缘觉是傲受之人，爱傲受身法嘅人啊，既有法执，必有法执吧。比三闻缘觉嘅人还有法执啊！啊，你啊，金刚经次现三空，我空法空，空空现三空，非其境界，唔系三闻缘嘅境界，故不能持受呀。因此，只故三闻缘啊，不能受持，不能介绍金刚经啊。下文啊，休息一段时间再讲。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纪念释迦牟尼佛圣诞浴佛节暨庆祝母亲节，举办感恩惜灾祈福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5月14日星期日上午8点半，戒杀如素护生点灯供水及蔬食飨宴。法会地点南投分会，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至86-4，洽询电话南投分会0492561311，0492561311，草屯分会0492315999，049231599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纪念释迦牟尼佛圣诞浴佛节暨庆祝母亲节，举办感恩惜灾祈福法会，恭请上至下乘法师主法，日期5月15日星期一到5月16日星期二，恭诵大佛顶首楞严经。5月16日星期二圆满日，下午3点释放余切宴口。
法会地点起源蔬食百汇素食餐厅，彰化县员林市大同路一段455号三楼，洽询电话南投分会0492561311，0492561311，草屯分会0492315999，049231599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要持守的三昧耶与三昧耶的持守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上师答道：要持守的三昧耶是根本与分支等等。三昧耶的持守是守护你的身与意，以免损害三昧耶。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要持守的三昧耶即此持守的本身，所有身与意的根本，以及四个主要分支，无非都是你自心的相续本质。了悟此意完美无瑕的心，即称作了悟三昧耶的要诀。我这位心意薄弱的错家女，以恭敬的身与意请求化身上师莲花身，因而领受到这个教言，是为要诀的开示。我为后世人写下手稿，由于传布的时机未到，我将其封为福藏，愿具有业缘的溯缘者能得遇，并净除其遮障而获得持名位。这是我在兔年夏季第三个月第25日于金珠松岭所写下的要诀窍言，托付的封印教法。莲师开示宝瓶灌顶之意义与功德。圆满正等正觉者的一切教言有三类：方便义、秘密义、究竟义。在这些之中，方便义的用意在以善巧的方式引导感知有物的有情众生往上三道。秘密意是菩萨运用其巧智，为方便而令众生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究竟意有三种渐进的阶段：中观的见地是下衬一切教法的果实，没有任何焦点重心，而是安住于无有限度的状态。经部追随者所称的无概念作意，是安住在离于能知所知的状态。到这一点为止，除了仅有的符号或指示之外，并无真正的灌顶赐予。
宝瓶灌顶是根据密咒称的所有续点而授予的，以空性见地为果，这能清净业障。此外，领受宝瓶灌顶能开启行者步入密咒称内部的大门。密咒称内部就是透过言辞所指出的五智，因此宝瓶灌顶是象征性的灌顶。这个宝瓶灌顶是最一开始的灌顶，能够净除烦恼障，并开启甚深教法的大门。且在接受灌顶之后，能够观修本尊以及修持仪轨，它的果是能够掌控属于情气世间的一切。摘自《松林宝藏》。护持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